之前有看过密航昆仑虚的原著，所以就特别想来。这个剧的制作有我拍戏以来最敬重的导演，有我觉得最强大的团队，想跟导演拍出一个更高品质的戏来。迷航昆仑虚这几个字打动了我，让我想把这部故事拍出来。从那个谭爷春天拍到秋天，从平原拍到高原，从现场空调用冷风到现场空调可能要用暖风。棚里面最高温度达到60多度，它那个汗会流的很影响，就要也得它擦完之后又流，不用化妆了，根本没得可化，满湿透。以真实为主，摔地摔倒都要有重力感，每个镜头咱们都不能糊弄。30多个大夜，顶着大雨，顶着大风去拍，还能坚持多长时间？我一直能坚持。借这个采访的这所有幕后的工作人员说声谢谢，他们是属于幕后无名英雄。不容易。每一个部门都是互相帮助，像我们拉维亚人不够，有灯光摄影全部都上来帮忙。这个团队就像一个家一样，感受到了这个团队不一样的凝聚力，像一家人一样。每天这部剧大家付出了很多心血和汗水，每一个人都是劲往一处使，指哪儿打哪儿。你在那里，你会觉得一切都值得。